跳舞，祝贺大家新年好，哎呀，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。新年好啊，大家。我们唱歌，放红包。祝福大家新年好。啊，你们都在干嘛呢？我居然又直播了，忐忑不安，忐忑不安。每次一直播准得有点事儿啊。你们都怎么过的年啊？新年。这个衣服其实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买这么可爱的衣服，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穿这种衣服啊，我怎么可能，我会买这样的衣服吗？这么 man， 这么 healthy。 这衣服其实是那个节目组的衣服，然后穿以后我穿过了，人家肯定不会穿了嘛，然后我就拿回来了。宝宝巴士，哎，怎么会放这种歌呢？什么宝，回归一下，好了，新年快乐已经说完了，我们可以开始聊天，直播。你们不信我，你不信这个衣服不是我买的。这个衣服不是我买的，也不是我不是我的 taste， 不是我的品味， OK。 所以你们要连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，我也不知道在哪买，但是穿起来还蛮舒服的。然后好适合我，我觉得咱在家嘛，然后也不用出门让大家看到，这样这种装扮，然后刚好又有顶帽子，我没有做发型，我就刚好能盖上，比较随意。北京热死了，你认真的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走可爱路线的，我不适合。我怎么可能走可爱路线？对，我比较适合走性感男人的性感。哎呀，又有了。我今天其实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忙完这阵子了嘛，这阵子特别的忙，特别的累，然后一直没有机会跟你们好好聊聊天、说说话什么的，然后就那个啥了，就直播了。自从上次直播热搜以后，
老想着还能再来一次，不是，那个，然后就是最近有，明天还要排那个哥哥嘛，排哥哥的节目啊什么的，但这次比较困难，这次真的很困难，因为这次大家都不在一起，然后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就是说每个人聚到一起的时间，所有人聚到一起时间排练的时间加起来可能就一天，对，三公，头都大了，真的头发都掉光了，我现在摘了帽子上面是没有头发的，胖了，你们说我胖了，我正在煮螺蛳粉，我等一下还要吃螺蛳粉，你看你们真的是，我瘦了吧，说哎呀不要那么瘦，你要长点肉才好看，现在我又说你胖，你胖了，你完了，你胖了，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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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难了，太难了，长点肉才好看，然后现在说哎那我长点肉吧，我吃点吧，你们又说太胖了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，你胖了，你麻了，你麻了，所以我准备大半夜吃螺蛳粉，我要增肥啊，增肥倒不会了，然后下一次公演的时候你们就能看到一个胖了的我，哎，怎么还没上热搜啊？我都直播多长时间了？啥情况？今天是不是不够劲爆啊？不行啊，这样冲一冲呗，没事冲一冲，你们一边看直播一边冲一冲呗。那我今天怎么样才能劲爆一点呢？我说啥才能劲爆呢？脱衣服直接就封杀了好吗？你们这群害人精。饭了吗？这明明吃了，问了废话，都八点了还不吃。如果我要靠脱衣服去上热搜的话，那还是我吗？哼，哎，算了。你知道直播之前有好多话想说，一直播感觉一个字都不会了。啊，友情提示，和大家小聊一下过去一年的工作回顾。你们可以说话的，不用那个，跟那个搞间谍一样。过去一年。今年疫情过后真的给我有点累坏了，好像你们想听我聊什么？
我现在这个直播是就在我微博顶上放挂着呢，啊，是，是吧？嗯，那还真得注意点。微博一直播都可以看。你们最近对我有什么看法啊？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嗯？有意见你直说，我这个人很大度的。说嘛，有什么意见？现在又说我太瘦了，过于帅，过于瘦，过于帅，过于瘦，这对不起，忍着吧，忍着，不好意思，改不了。对，今天我在机场有，哎呦，螺蛳粉好了，有人问我说，那个拿了什么东西吗？我已经受不了了，这样这样烫吧。哎好，那烫那烫，好。来，哇塞，哇，啊啊啊啊啊啊！哇，太香了！哇，哇，哇，哦，哦耶！嗯，嗯。螺蛳粉不找我代言真的是可惜了。哇，你们不是让我胖一点吗？怎么又说我不减肥了吗？不减肥了吗？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饭，我今天就在机场吃了一口东西，然后就再也没吃了。好狠的心啊你！跟我那我团队那帮人一模一样。我现在每次一说我要吃东西，空气都宁静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卖螺蛳粉，我只能吃螺蛳粉。吃吃，哇！哇、哦，好吃！对啊，我直接拿锅吃。要看秃头，我又不是秃头。什么？热搜了？热了吗？那他们说热搜了，干嘛呀？一个热搜而已，至于吗？在池子，进池子了。看看，我就说直播有理，有直播那个一直播那个风水就好了，这风水掉了吗？那个点儿就正了。哎呀，无所谓了，一个热搜而已嘛，对吧？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天，主要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嘛。上一次聊什么时候？一周前啊，那么久，没有一周吧？不止一周了吧？11月3号，2个月了，12月3号，1个月。
头了。你们看我这样吃，你们不馋吗？嗯，我的目的怎么还没有达到？好辣！我考虑代言螺蛳粉啊。哎，螺蛳粉爸爸，你没有看到我啊？找我代言啊？是不是穷你？哇塞！居然不馋，你们居然不馋螺蛳粉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是说什么粉随爱豆吗？哎，我不是爱豆是吧？就是我喜欢什么你们喜欢什么，对吧？我是被谁亲的？哪有人亲我脖子？嗯，你亲，给你亲，给你亲。牌子我不能说，说了不是打广告吗？他找我代言我就说，对吧？我小气巴拉的。坚持一家那个螺蛳粉，好想念啊！但是没有机会，可能没有机会再做了，太忙了。每天是吧，排练、上通告、上热搜，对，上戏，哪有时间做螺蛳粉啊？我是右手，怎么能说我是左手呢？但我踢球是左脚，我确实也是个算个左撇子吧，踢球是左脚，但是我不踢球。你看动画片吗？我不看动画片。我是个成年人。你看啥？你说呢？徘徊哥哥。还珠哥哥也是我小时候爱看的。对了，爱的厘米你们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哈。看完以后怎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看完了还想打我呀？嗯，怀疑你到底没有看完。嗯，演得好，嗯，这是实话。唐剑刺，你都给我改姓了是吧？都怪那个傅龙辉。傅龙辉，我觉得他跟约翰有一拼。你们看到最后那个爱德里米看到最后哭了吗？啊？看哭了吧？那个不叫洗白好吗？那个叫成长，叫蜕变。就是普通话标准啊，我说傅龙飞的那个普通话跟那个约翰的普通话有的一拼呢。
更喜欢看我演现代戏还是看我演古装戏？我要不要根据你们的喜好接戏？不可能。有人说古装，有人说现代。你们没有办法统一啊。所以人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。唯有这两天你们老在跟我喊呢，做自己，做自己，谭先生，做自己。那我还能做谁呀？怎么了？热搜了？怎么没事？他们现在没事，盯着我呢、啊，这是，啊？谭策怎么还不上热搜？完了，我现在说话真的要注意了，我觉得。我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大了，怎么还有人在聊古装戏？都上一趴的事了。你那是哪里的网啊？饿了吃啊，来一起吃。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新晋的吃播？吃的我浑身发热。哇，这个螺蛳粉好像过期了，真的，放太久了。这好像是我开机的，我沙普郎开机的时候粉丝送的，是不是过期了？没事，吃吧。那味道怪怪的呢，怪香的，怪好吃的。完了完了完了。这家螺蛳粉一般，太一般了。有一点过期的味道。啊，没有我做的那种好吃。50万人看我，有50万吗？50万人在看我吃饭。等会儿我还没吃完呢。50万看我吃饭，现在有50万吗？
也有50万吗？这对呀、啊，这吹牛了这。对，懂螺蛳粉的人知道汤是灵魂。螺蛳粉的汤，你没吃过螺蛳粉，你不知道，螺蛳粉的汤要用螺蛳熬七七49天，不是七七六个多小时才可以。所以它那个汤是精华。能闻到那个味道，不只是酸笋制造出来的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汤。汤料非常讲究，一旦汤料做不好，整碗粉都是失败。当年我做螺蛳粉的时候，光这个汤料就研究了一年。而且我要保证让你们吃到无添加。哇、哦、还不能吃了。真的50多人啊，你都说你听不说50多人。好热。6万多。嗯，6万多。我真的卖过螺蛳粉，营业啥呀？我现在不是在营业吗？热我脱了容易上热搜啊，没钱撤呀。对，我长了些痘痘，最近就是怎么回事，就是那个熬就是费心费力，我是愁啊，你知道吧，上火，找不到泄火的方式，就怎么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才会上火，才会热。我真的很希望刚刚那碗螺蛳粉吃完以后有代言来找我，代言螺蛳粉。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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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我得拼呢。大家今天有在那个工作室下面给你留言，然后有想问你的问题。嗯，我给你念答一下。问吧。问你有没有在看剧本，有进组的计划吗？然后会不会尝试大反派或者挑战性比较强的角色？刑侦题材的剧有没有兴趣尝试？还真把我给问住。我最近有在看剧本，但是真的很忙，看得断断续续的，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安静的时刻让我看。问对那个刑侦题材的剧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尝试吗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下部戏要演刑侦题材？下一部戏让你们感受一下。我这个刘海有点剪的有点失败哈，太齐太平了，一下剪回了整年西瓜头了，有点像，乍一看有点像洪金宝。洪老师，我特别高兴能像你，特别高兴，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这个发型。问你有没有发个人专辑的打算，然后会想尝试什么样的风格？个人专辑当然想啊，这不是我每年都要说的事情吗？一直没有完成的愿望吗？
然后希望明年，今年可以完成发专辑，哪怕是发 EP 也行啊。什么风格？什么风格呀？我觉得就是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，动次，一首就够。然后剩下的就一些慢歌，走一些比较能深入人心的。我这么有内容，对吧？这么有内涵的一个人，走点这种打动人心的东西。对大家超关心你体重的问题，你怎么看？有压力吗？我刚刚已经一上来我就说了，疯了吗？一天到晚我瘦了就说太瘦了不好看啦！哎呀，你得长胖，你稍微长点，长胖一点才好看。再吃点，多吃点。然后我吃了吧，呀，你看胖了吧，胖了吧，完了，胖了就胖了。他哎，不行，我太难了。太难了。哎，大家说你这个发型，就是有没有考虑再留长，像周子毅那会儿似的？没有，太想过了。那个发型不好打理，平常你们见到都是打理过的，不打理的时候你们没见过，拿个碗就可以要饭了。那你最讨厌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真把我问住了。你可以说你最讨厌吃的食物。不吃啥？我不吃内脏啊。这不是讨厌的问题。对，这是禁忌，哥哥的禁忌，不吃内脏。谁要吃我就不多。问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亮。我最喜欢，我喜欢什么颜色？只要是什么颜色都能驾驭，随便吧，没什么特别喜欢的，黑色吧，黑色或者白色。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你的2020。三个词。嗯。太多了吧。我的2020。瘦了。真好。真累。没了。追光吧哥哥录制结束后有什么新的行程吗？然后参加录制的最大收获是什么？参加追光哥哥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，我觉得心态上有所改变了。我以前会觉得，我来之前我会觉得，哇，终于给我又展现自己的舞台了，然后我要炸，要嗨翻全场。当然这个是也贯穿的，可是现在来到这里以后会觉得看到很多没有那么有舞台经验的人，哥哥，但他们依然也对舞台充满了欲望和热情，然后一点点的去成长、进步、蜕变，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。所以就会，我觉得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努力吧，然后也会更多的鼓舞自己。说这种，那个啊，没有爆点，来点聊爆点的来。录制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？和其他哥哥也好。哎呀，录制的时候有啥好玩的事儿？
好玩的事你们不都看到了吗？唐剑刺，唐剑刺，啊。还有啥呀？大爷问你，那个今年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了你，很多人通过你的戏和你的舞台垂直入坑，爱你的粉丝也越来越多，开心吗？然后你知道大家在讨论给你起粉丝名字的事情吗？粉丝名字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。我的粉丝的名字确实应该有个名字，所以啊，我这个，我也得好好想想，你们也帮我想想，好不好？想到了，你们可以那个，给工作室留言什么的。对，我也不，螺蛳粉就算了，这样。天天让我想吃你们啊！反正想名取名字这个事情，我一直不是很在行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比我在行一点。我们来一点什么？来点洋气的啊，比较洋气，比较大气，是吧？一喊出来，哇，大气那种感觉。还有啥？啊，这个事情慎重，是吧？要慎重。平时出门被认出来怎么办？哦，最近老被认出来，频率比以前多了，现在都没法出门了，特别困难。现在出门特别的困难。走，小我的宝宝啊，不是。现在啊，今天包括什么？现在去一个。去个机场，我今天跟我经纪人说，我怎么感觉我成顶流了呢？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太过分了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希望去机场还是比较，在机场那种还是自由自在的好一点，就太人流太多，我觉得会影响到那个公共秩序什么的，然后会，你吸引别人的奇怪的目光看着我，就会有点，我有点不自在，反正就是说，就那有所有人在你就在你面前。当然，我知道你们爱我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大家昨天问你脚好了没有？啊，我的脚好了，我是因为玩了个游戏，当时。哦，结疤了，然后太拼了，就把脚给磨了一个大坑，那么大一个大坑。然后问你在下雪天喜欢做什么？我想去滑雪，想去泡温泉。问你冬天穿秋裤吗？基本不穿，只穿内裤。问你就是，酸笋炒一切的菜谱可不可以分享？有没有最近学会做什么新菜？最近没时间做饭，太忙了。真的好忙啊，每天做饭，然后脑子里的事情特别多，感觉每天都有说不完的工作。那你平时几点他们观察的好仔细啊，他们说我抠脚又捂嘴，我刚刚是拿左手抠的脚，我拿右手捂的嘴，有问题吗？我就算拿左手捂嘴，怎么了？我自己的脚。
真菌感染。你说是脚感染还是我嘴感染？我这都结痂了，已经没有那个什么了，你摸起来手感很好，硬硬的，脆脆的，嘎嘣脆。洗洗手吧。啊？然后我再洗手啊，高级洗手液啊，那个你看洗完以后特别没有真菌，特别干净，还抬起来给你们看看，你什么癖好啊，你这是啊，啥癖好啊，给我张餐巾纸。大家问你家里的东西，看我的脚，还要看，而且还要看受伤的脚。大哥，你家里的东西是很整洁，还是喜欢随手放？当然是整洁了，出了名的整洁。放点音乐，空气干燥了。我的歌呢？放声音小一点。然后问你，到底有多少顶帽子？感觉你帽子特别特别多。太多了。数都数不完。分享一下日常穿搭小技巧吧，叠穿或者是搭配层次还有色彩什么的。这咋分享啊？穿搭小技巧，嗯，这是一种敏感，这是一种品味，这个好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除非你说你现在你穿的一身衣服让我看见你，我说嗯，你这样穿，你这样搭，你这样搭 OK， 我觉得这样更好，但是没有啊。问你平时几点睡觉，几点起床，不工作的时候都干嘛？睡觉，睡觉多一些。最后一个问题说，一天不刮胡子会什么样？一天不刮胡子就一点点。我的胡子的毛发，我胡子的特别特别不密，我特别让我特别难过。本来我会更 man 一点的，现在只能一般 man 了。平时不见人的时候会不会很邋遢？会挺邋遢的，就也不刮胡子，不洗脸。我今天去机场就没有洗脸，没有刷牙，然后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你们根本看不见。没了，没有了，不问了。你可以跟大家聊聊你新一年的一些小计划吧。你们在这那个弹幕里面各种打热搜的那个关键词有啥用啊？我看大家有问你香水方面的。香水哦，今天他们还在聊呢，说我是个调香大师，你知道吗？大师级的那种，就是我可以把很多香调起，然后变得特别特别特别。有很多人在选购香水啊，或者选购适合自己的味道的时候，都会找我帮忙。哇，有品味。
太上心了。说的话，哎，不是，怎么说来着那话？我被女人伤过的心。我觉得从来那一首歌就可以结束。嗯。唱什么歌就可以结束？唱什么歌？你问大家喜欢听什么？喜欢听你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啊、哦，我下期要唱什么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歌可以唱的，喉咙啊，喉咙不唱了吧？喉咙你们可以上网听了。竹林深处，你们下周就可以听到了。单身情歌，哎，应景哦。把不住爱情的我。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，我怎么成刘德华？那么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这个叫什么直播，好不好？情人，情人，我只会唱那一句。你轻轻一个吻。我疯狂体会，不会了。年华闺蜜，陈奕迅的什么？红色高跟鞋，我也不会。真的，你穿过红色高跟鞋？不会。啊，我看到一个，我感觉应该会的，林宥嘉的。我看看，你看看行不行？搜一下，能看到你的手机屏幕。看到了吗？嗯。直播太危险，随时随地公布了自己的那个。不对，不是这首歌，叫啥来着？我新学的。本来当时想在，还想在那哪唱来着？想在那个，本来想在唱儿歌。哎，我怎么普通话也不行了？儿歌。对，看到你们了，看到你们说的了，天真有邪。好像我这个装扮唱这首歌不太合适。这首歌结束了啊、哦。我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，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已被刺破，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，爱情的神经已不必快乐就难过，回
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，让你笑过就没勇气赤裸。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，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，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。我怀念我的笨爱人，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，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嫁进了坏人，无邪那天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，狠得好歹不分。完了，我唱上瘾了怎么办？哈哈，刚跟人说完，唱完就结束了啊，结果又来一条。鼻子红了。镇守，名叫坠落。凡尘，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，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，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。我怀念我的笨爱人，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，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。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我没有破音。看来我是没唱够啊，这一天天的。粤语歌有什么？他们要听粤语歌。可以啊，你来，你选一首。有啥粤语歌呀？有啥粤语歌？我突然。啊，我要唱《追光吧哥哥》里面的一个哥哥的粤语歌，你们猜是谁？我那天还当着他的面唱了，我说因为我小时候可爱听这首歌了。也有人答对喽，那就是陈晓东哥哥。我要唱他的歌，你们猜我又唱他哪首歌？我最喜欢听的，小时候。陈晓东哥哥唱《初初吻》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不是，心有独钟都不是。看来你们可能还没有听过那首歌。这不是晓东哥，可能不是晓东哥特别火的一首歌，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小时候经常唱。划火柴。帮我艾特小东哥好不好？我要唱他的歌了。跟这一个虚脱至死，拒着试用期，
但不知怎地富去半张被，跟那一个早场大戏快拍发仔味，然而又不敢这样发光一世纪，挨不大挨不大，遗失中找住解，来得快完得快，早午晚划火柴，床很大床很大，谁执手用上解，怎么落雨路也继续摇摆，失意吗？找一个乐天的笑嗌，发梦吗？想找两步便换对鞋，兴奋吗？像意明梦一手破坏，直到没有好货好卖，挨不大挨不大，遗失中找住解，来得快完得快，早午晚划火柴，床很大床很大，谁执手用上解，怎么安排，落雨路也继续摇摆，而即使每滴怜悯都是香氛，分散气氛，我身望上外缘你每一起都上心，挨不大挨不大，遗失中找住解，来得快完得快，早午晚划火柴，床很大床很大，遗失手拥上解，几多年想要让我体会明白。当一个男人爱喜欢你的时候，他真心真意的喜欢你。同样的，那个男人不喜欢你的时候，同样也是真心的不喜欢你。关于这个小道理，很大男孩女孩都明白清楚。